哥姐姐，反正你烧的话就是整整的一斤，好不好？嗯，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放心去拍，家人们，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链接只是一个代替的链接，你们拍的每一单，明天佳薇都会给你们发一斤的，好不好？都会给你们发一斤。这种品质，家人们真的不说了，这种东西染了色的、熏了硫的，有什么那些硫的东西，家人们咱们自己喝进去也不放心，对不对？你们看一下颜色马上就出来了，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不要看它个头大，但是它里面真正有用的东西都不过二两的，好不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对的，嗯，单独吃哈，单独吃，家人们。对，单独吃这个单身哥姐，它的营养价值是真的非常的哇塞啊，哥姐叔叔阿姨，所以你们一定要，它的营养价值，哥姐叔叔阿姨是真的很哇塞的啊。对，家人们，只有最后几单了，你们自己去带好不好？自己去带。没有几单了，只有最后一单了。最后一单吗？对，我看一下，没有了哦，有一个人没有付款成功，哥姐姐，我把那个人占库存的，我把他。去库存啊、嗯、然后只有最后一单了，我看一下你们谁抢的就是谁的。今天99哥姐直接给你们发的是整整的一斤哦。嗯，对，不是泡他的水来喝，哥姐姐们直接拿来泡他的水喝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别人的都是红色的，对不对？咱们这个咱们就不去对比。对，别人大城市里面的这种哥姐姐又大又好看，但是她的是不行的。嗯，真正好的东西，哥姐姐不是在外表上去看她，知道吧？对，是真真实实的好的东西，哥姐姐就是这样。对，不是说是你看到啊，这个有些人的话，哥姐主要是看她的有没有效果、嗯，对不对？对。好了，没有了，哥姐叔叔阿姨啊，嗯，没有喽。打开链接，怎么不是？那个代替的链接，所见其所，见其所得，你们可以放心的拍，好不好？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所见其所得哦。是人，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那个外面的那种就是那个染了色呀，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是的哈，家人们，咱们既然花了那个钱，就要花在刀刃上哈。陈阿姨是选你妈妈，什么陈阿姨选你妈妈？我妈妈她也说要来吗？没有啊。啊？没有、啊。你吓我一跳，我妈妈怎么？我妈妈哥姐姐没有，我妈妈在广州，我妈妈在广州啊，因为她的话就没来这边的哥姐姐。我妈妈要来，我妈妈来什么？哥姐是刷牙。嗯，不要听他们说了，没说来。哥姐姐们就不说了，不说了，好不好？就，不跟李哥说了。要不你给我先做饭给你吃吧，我还把你饿了。我不吃，我吃了的，是吃饱了的。哎，好吧好吧，那你不吃，嗯，待会饿了你跟我说哈。好。没事的，哥哥姐姐们，没事的。待会来就来嘛，只是他现在说是要给我发消息，但是我没有看见，我一直守着我的手机的，哥哥姐姐们，我一直守着我的手机的。你阿姨来了，我去会会她，好不好？我去会会一下你阿姨，我看到底，我就是想，你不要正面跟她说，她毕竟也是你妈妈的朋友，嘿。他是我妈的朋友，那他又不是我的朋友呀。
没关系的，哥哥姐姐们，没有关系的哈，我会勇敢的去面对的。来，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知不知道嘉威手里面拿的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知道的你们直接打在公屏上，好不好？知道的你们直接打在公屏上，不知道的家人们，你们直接把小姨扣在这里，嘉威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对，家人们，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哥哥姐姐们，知道的直接把嘉威手里这个东西扣在公屏上，好不好？把他的名字扣在公屏上，不知道的没关系，嘉威给你们讲。对，有很多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都是懂货的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贝母哈，不是黄豆，也不是你们说的其他东西，这个就是贝母，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对，但是你们见过很多种贝母，对不对？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看一下嘉威手里这个贝母它有什么特点。首先一点，它是不是米黄色？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它首先一点是米黄色，其次一点，它每一颗都是米粒大小。再其次一点，你们可以看一下，凑近看一下，中间是不是有一颗像月牙一样的呀？就被我们称为是怀中抱月啊。什么样的贝母才是好贝母？刚刚总结了三点，第四点，你们直接放在嘴巴里面去嚼一下，去尝一下是不是泛苦。如果泛苦的话，那这个贝母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份好东西。家人们，你们知道贝母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吗？下面给你们讲一下。尤其是现在哈，尤其是这两天，哥哥姐姐们刚好进入了一个换季，春天马上就来了，对不对？尤其是春季，春季一来，咱们就容易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哥哥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春季它那个什么流什么感这个东西就容易多发。像春季，咱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学生家里有小朋友已经开学了？开学去到学校，学校里面人多不多？多，是不是？包括咱们自己，已经那个什么，春节已经放完了，去上班，公司里面人也多，爷爷奶奶去菜市场里面或者去老年活动中心去转，人也多，人一旦多起来，这个流什么感，他就你传我，我传你，然后大家就一起戴口罩，一起，尤其是白大褂那里，现在最大部分的一批人就是什么，小朋友和老人，抵抵力，免免力。就是出现在小朋友和老人这一批哈。来，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一遇到冷风，这里就像吞刀子一样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有的话你们扣一波有。其次一点，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姐姐和阿姨经常需要做饭的，经常站在灶台面前，什么油呀什么烟呀都被咱们吸进去。其次一点，哥哥和叔叔平时来这个比较多的哈，抽这个比较多的家人们也一样，对咱们的什么小狒狒是有一定影响的。你去白大褂那里查，白大褂跟你说，哎，咱们小狒狒已经有什么黑黑的呀，或者有什么块块呀，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哥哥姐姐们，与其去白大褂那里给我们开这个片开那个片，还不如咱们在家里面备点这个贝母，因为这个贝母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我们的这个什么，清我们的这个道，然后润我们的那个什么小狒狒。来，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知道了吧？对，就是这两种情况。像咱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家人们，大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天气比较多？是不是雾霾天气很常见？大家都是戴着口罩的，咱们长期去吸那些什么灰尘或者是什么汽车的尾气，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像我一个亲戚啊，他就是有那个什么什么支支管管，有那个什么东西。哥哥姐姐们，你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好不好？直接打在公屏上。还有很多家人们经常的，你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白大褂会跟你们说你们有那个什么烟什么盐。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吗？尤其是哥哥和叔叔经常抽这个的，早上起来你们去刷牙，这些地方小痰痰比较多，经常半天的，哥哥姐姐这种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家人们，家中必备的一个好东西，上到老下到小，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咱们的弟弟妹妹，包括咱们自己都需要的一个东西，对，春季或者是秋季都必备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贝母，真正一份来自高山高海拔的贝母。家人们，现在外面的大城市里面这种品质的贝母啊，对，家人们你们知道的直接打在公屏上，有很多像咱们的甄阿姨已经打在公屏上了哈。像大城市里面这种品质的贝母一克都要10块钱，那我们是50克50克卖的，他们起码都是这个数打底，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为什么呢？人家也是有所成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外面的大老板打着飞的来我们这里收，他们也需要给个机票，对不对？开车过来也是，车子也需要加油。所以哥哥姐姐们，你们今天在佳薇这里，如果你们拍到了这个贝母，都是批发价，好不好？佳薇都是批发价给到你们，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的直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小一就可以了，好不好？想要直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小一，然后我就去给李哥。他也很久没，应该没有吃饭，我待会儿就去给他做饭哈。来，哥姐叔叔阿姨们，想要的你们直接再扣一波小一，为什么呢？来，家人们，你们现在外面买到的那种贝母都是熏了硫，都是上了色。你们看见又大颗又洁白的那种贝母，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吃上一斤都抵不过吃一两价位手里的这种品质的贝母，好不好？来，真正一份来自高山高海拔的贝母，只要你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家里面的老人，包括咱们自己，经常容易这样的家人们，你们在家里面备点贝母，还有哥哥和叔叔们抽这个抽的比较多的，也需要。要备一点贝母来润一下咱们的什么小费费，好不好？对，这种品质不是你们在其他直播间里面买到的那种哈，哥姐叔叔啊，可能别人这种品质他们会卖到168、268，但是在佳薇的直播间里面都是批发价给到你们的，好不好？咱们直播间的哥姐姐们，好吧，扣了一的小一，扣了小一的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佳薇今天都是批发价带给你们的，好不好？对。我统计一下有多少个小一，就给你们看一下哈。对，是的哈，哥姐姐们，你们之前买过的都知道，佳薇这种品质的贝母都是卖128的哈，12850克的哈。拍到了，佳薇再去教你们怎么去吃，好不好？拍到了，佳薇再去教你们怎么去吃。好，哥姐姐们，你们今天所有扣了小一的，我就也不按平时的价格了。哥姐姐们，你们今天所有扣了小一的，我就不按平时的价格了，给你们，我就这样，只要是真心支持佳薇，跑哪去了？只要是真心支持佳薇的哥姐姐们，我今天就平时128，今天我就。少个，我也看一下，我就108给到你们，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好不好？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准备好你们的网速，扣了小一的家人们，我直接给你们上车，好不好？怎么了？你贝母吗？啊？你们在卖贝母吗？嗯。啊，这个我来补贴吧，也是，给他们发两单，还是就是给他们发两单吧。发不了两单。这个发不了两单啊，这个发不了两单，没有多少吗？没有多少啊，不是，那这样吧，那这样吧，是发不了多少，那你卖的是多少吗？108，我平时这种品质的我卖128的。哦，你就卖108，那我给他们补个10块钱吧，那就。不是，那不用，没事没事，你不用每个都补，好不好？没事没事，就给他们补个。你不用每个都补，真的。就是98嘛，啊，要不给他10块钱也太少了，给他们补20，就88给到他们吧。就88给到他们。88，没事没事，哥姐是双爷想要的，扣个爷。没事没事，我就补20块钱啊，哥姐多的我补不了，好不好？就88给到他们。但是你没事没事，哥姐是双爷，来你们想要的扣个爷，但是没有多少，佳薇说这个没有多少啊，就我就补个20块钱吧，好不好？扣了一的我全部给你们统计起来，哥姐是双爷啊。扣了一的我全部给你们统计起来哦，没有扣一的哥姐姐。就88是给补不了了，我给你们补个20，就是88吧，88，对，就88，就补20块钱嘛。然后你们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嘛，好不好？因为你们也需要这个东西，哥姐姐，这个现在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的，最近。是的，50克哈，哥姐姐们，先给你们讲清楚是50克。平时这种品质的贝母我都很少拿出来，平时这种品质的话，我就卖的是128。那今天平时你卖的是多少呀？168，128，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的，品质不一样。
不是你给他们上的是多少？168吗？不是啊，你我跟你讲，等一下不用上168。你等一下嘛。你108又是168的，直接给他们改成88就行了。来，给他们改成88，没事的，我来补好不好？你不用那种好不好？你今天每个你都补了。没事的，好不好？就给他们88。等一下我。哥姐姐，我你们想要的扣个一，哥姐姐想要我补的你们扣个一啊，我直接给你们补20块钱，多的我补不了，哥姐姐好不好？好不好？就补20块钱，就88的话，这种品质的被子你们在哪里买不到？嗯，别人卖你们是168、188的那种啊。来，我给你们上车了，321，哥姐叔叔阿姨们，拼手速，拼网速，拼运气，好不好？已经给你们上了，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看一下下方白色的这个购物链接，你们看见了吗？对，点进去。李哥刚刚给咱们补了20块钱，那就是我本来是要108的，他补了20块钱，那就是88给到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好不好？这种品质哈，家人们，你们现在在外面大城市里面，尤其是那种什么房里面，你们去看一下，一克都要10块钱，50克起码都是这个数，好不好？尤其是这个季节，有很多家人经常反反复复这种情况的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去带。白大光那里现在真的是人满为患，家中必备的一个养生好东西，上到老下到小，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包括咱们自己，还有爷爷奶奶，你们都拿去给他吃一点这个贝膜，你们就会感觉自己也没有像吞刀子那种情况了，好不好？不知道怎么吃的哥姐姐们，拍了的回来给佳薇发个一拍，然后佳薇统一教你们怎么去吃，好不好？统一教你们怎么去吃。哥姐叔叔阿姨，明天后天你们买的话，这种品质就是最少也是108，对，今天就88，哥姐姐啊，你们多抢一点嘛，好不好？这个可以囤很久的，嗯，好不好？你们继续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已拍发了已拍的哥哥姐姐们，教教你们怎么去吃，好不好？来，首先一点，如果是成年人去吃的话，每天控制在多少颗？每天控制在5到6颗，好不好？小朋友的话就减半，每天控制2到3颗左右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这个贝母，家人们，好的贝母它吃在嘴巴里面它是会犯苦的，小朋友觉得如果苦的话，那佳薇再教你们一个好方法，是一个1+1=2的一个好方法哈。家里面如果有那种水果雪梨的家人们哈，水果雪梨，你们就把那个水果雪梨去皮挖核，把这个贝母给它拍碎了，放在雪梨中间，有老冰糖，你们放一颗老冰糖，直接上锅蒸，蒸熟了之后拿给小朋友吃，拿给老人吃，那是杠杠的，好不好？对，与其去白大官那里给我们开这个片开那个片，还不如咱们自己在家自己坐着也放心，对不对？哥姐姐们，佳薇，哎，你那个你阿姨要来吗？你我知道了，你我去下去一下找他们。你找他干什么啊？你听我的，你就卖你那种产品就行了，好不好？我等下再来找你，好不好？好不好？不是李哥，你。不是、啊、我这里我朋友就给你别乱说话啊，我不会乱说话的，好不好？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尽量好的，好不好？好的。好，哥姐叔叔阿姨们，他去了哈，去了。对，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咱们直播间的哥姐姐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自己去抢，自己去拍，好不好？自己去抢，自己去拍。他去找那个陈阿姨了，他说哥哥姐姐们，他去找陈阿姨了。刚刚所有拍到了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回来给佳薇发了加急的，佳薇明天先给你们发，好不好？如果你们住的稍微偏远一点的话，你们给佳薇发个加急，然后佳薇提前先给咱们住的比较远的哥哥姐姐们发来。哥哥姐姐们，大家都在叫你做饭吃，他下去找那个了。我的话我不饿，他说他去找陈阿姨了。我看一下哥姐叔叔阿姨们还有多少单。哦，只有最后4单了，哥姐姐们，只有最后4单，这4单过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下掉了哈。哥姐叔叔阿姨们，来，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准备好你们的网速。刚刚所有没有拍到的家人们注意看左下方哈，加油直接给你们上车来，3、2、1，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咱们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李哥给咱们补
给咱们就是补了20块钱，今天到手是88块钱50克。哥姐叔叔们，88块钱50克，你们带回去应该有280多粒到300多粒左右不等，够咱们全家人去吃个1个月2个月，好不好？哥姐姐们，你们今天放心去拍，放心去带。下面是一个代替的链接。是一个代替的链接，你们点进去，放心拍，放心抢，所见即所得，好不好？所见即所得。嗯，只有最后四单，咱们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对，家人们，你们点进去之后，如果没有付款的话，就只有占着库存了哈，就只有占着库存了。是的哈，哥姐姐们。佳薇怎么吃？这个是，对，家人们，出现这种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就去吃，或者是你们觉得不得劲儿了，你们呼气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是热热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吃了，好不好？还有这些地方，你们喝了凉水呀，或者是那个温度偏低的时候，这些地方跟吞刀片一样哈，吞口水的时候跟吞刀片一样，这两块平时这么大，一旦那种情况的时候就肿这么大的，哥哥姐姐们哈，这种贝母是家里面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好不好？必备的一个好东西。最后这三单，刚刚又拍了一单，最后这三单上完了之后，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佳薇就把这个贝母给你们下掉了，好不好？佳薇就把这个贝母给你们下掉了。金菊姐姐，对，长期吸什么油吸什么烟，导致咱们的那个什么小肺肺有什么块块的那种情况哈，有那种情况的家人们，你们去白大褂那里可能会给你们开这个片开那个片，但是家人们，很多人基本上都是来找这种农村里面找这种贝母拿回去，自己去拿去蒸雪梨吃，自己拿去泡水喝，自己拿去干嚼，好不好？又烧来吃吗？不用，家人们直接拿来干嚼。成年人一天控制在5到6粒，好不好？成年人一天控制到5到6粒，小朋友的话，你们控制在2到3粒左右就可以了，好不好？成年小朋友控制在2到3粒。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只有最后两单了，最后两单你们放心去拍，放心去抢，品质佳薇给你们保证，真的，我是想让咱们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包括哥哥和叔叔们，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我是不希望看到你们那种情况的，我希望你们收到的东西都是一份好的，品质也是好的，价格也是合适的，而不是在那种大城市里面收到的那种又高价品质又一般的那种东西，好不好？相信佳薇，你们拍回去，你们带回去之后，你们觉得好你就留下，觉得不好就给佳薇拿回来，好不好？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每天去干嚼，干嚼5到6粒哈，成年人干嚼5到6粒，小朋友的话直接干嚼2到3粒就可以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最后两单家人们我重新给你们放出来哈，最后两单重新给你们放出来，没抢到的家人们注意看一下左下方，来3、2、1，给你们看下左下方，哥姐叔叔们，左下方你们点进去，只有最后两单了。今天这个价格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这种品质平时佳薇自己背去城里面卖都是128，自己在直播间里面卖都是108。这种哥姐姐们，今天是刚刚李哥来到佳薇的直播，给大家补贴了20块钱，所以是88块钱给到哥姐叔叔阿姨们。外面卖的都比你们高多了，你们是半价。哥姐姐们，外面可能就是相比于咱们直播间来说，他们都是翻了好几番的，哥姐姐，但是佳薇是实诚人，我多少钱收的我就多少钱给到你们，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可以放心的这一点，好不好？你们可以放心去拍，放心去讲，放心去抢，佳薇带给你们的所有东西品质你们都是可以放放心心拍拍胸脯的，好不好？只有最后一单，那我就放在上面了，哥哥姐姐们你们自己去抢，自己去拍，好不好？只有最后一单，50克里面有280多粒到300多粒左右不等，哥姐叔叔阿姨们预约打出来一下，是不是？好的，来咱们直播间的最后一单，我数10个数我就给你们下掉了，好不好？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最后一单我数10个数我就给你们下掉了。这个是贝母哈，真正来自高山高海拔的贝母，不要说了，赶紧做饭，家人们赶紧做饭。是的哈，贝母我就放在那里，李哥说他要下去找那个陈阿姨了，他下去找陈阿姨，他已经走了，哥哥姐姐们，陈阿姨刚刚好像给他打电话了，
好像给他打电话了，家人们。哎，你们看嘛，让李哥知道之后，他，我都害怕他待会儿去找陈阿姨说三道四的，真的。让他去，哎，好的，那家人们，最后一单我数十个数我就下掉了哈，最后一单我数十个数我就下掉了，来，十、九、八、七、六、五。没拍到，没拍到，我就直接我自己囤起来了。四、三、二、一，好，我下掉了。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下了，哥哥姐姐们，我下了。然后下面的这个直播预约我已经开启了哈，我已经开启了。你一定要自信，不要理阿姨跟悠悠。对，好的好的，哥哥姐姐们，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不管是李哥也好，不管是陈阿姨、李阿姨、悠悠，其实我都不想跟他们产生任何麻烦。以后不能伤害李哥。但是哥哥姐姐们，其实我做这个决定，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因为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每天都在那种环境之下，真的。等一下，我先把门关一下哈。你不要怕那个陈阿姨，大家都在说。其实家人们，我原本是这样想的哈，我想的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李哥也解决不了，陈阿姨也一直咬着不放，李哥的妈妈也一直不接受我的话，我已经是想好了的，我想好了，我退出，真的，哥哥姐姐们，把预约再打上来一下。有没有没预约上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扣一波有呢。因为我刚刚已经打了三次预约了，我统计一下有多少家人们是没预约上的，好不好？没预约上的，你们统一在公屏上扣一波有，然后我统一给你们把那个预约放出来。但是家人们，你们已经预约上了的，就不会再显示了的，好不好？有九位家人没有预约上，那就行。哥姐们，你们注意看一下左下方哈，注意看一下左下方，我把这个预约重新给你们上一下，好不好？重新给你们上一下，来三，来三，二，一，明天晚上八点，哥姐姐们，明天晚上八点，下面的这个白色的预约链接，你们点进去预约一下。
好，预约了就可以哈，哥姐们预约了就可以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我相信从刚刚佳薇开播一直到现在，都有家人们是一直陪伴着佳薇的，对不对？有没有从刚开始开播就一直待到现在的家人们？有没有？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小一，好吧？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小一。想看你跟小杜在一起，小杜我们是亲戚，家人们是亲戚，对。谢谢谢谢你们，真的。佳薇星辰的来找你，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只有小李的态度跟我无关，以后不要找我了，要找就找小李。家人们，这句话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有什么事情就去找李哥说。我也跟悠悠说过了，有什么事情就去找李哥说，但是他们一直都是盯着我的。我刚才离开了一下，没关系，家人们，只要你们进到佳薇的直播间，都是支持佳薇的，我一直都会记在心里面的，好不好？我一直都会记在心里面的。有些时候我都是比较等赞赞30万，谢谢谢谢家人们把佳薇的小赞赞给我点到了30万，真的很感谢你们。咱们直播间如果还没有关注佳薇的粉丝的话，你们可以给佳薇点个关注，好不好？没有关注佳薇的家人们，你们可以给佳薇点个关注，因为往后我会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活嘛。如果大家喜欢佳薇的话，可以给佳薇点个关注。我是条件有限，不然我也想来找你们玩一下。哥哥姐姐们，我也很想念大家，真的，我很想念大家。我上课离开了一个小时，谢谢谢谢，不要放弃，家人们，好的好。谢谢你们送的粉丝灯牌，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送的粉丝灯牌。眼下这种情况的话，哥哥姐姐，我去李哥的公司上班，或者是我跟李哥有什么过多的接触，对于我来说，都是有影响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一下佳薇的处境，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你今天跟李哥发脾气是对的，我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哥哥姐姐们，但是对于我一个小姑娘来说，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这种场面，所以家人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一下，好不好？理解一下佳薇，但是不能拱手相让。如果他能解决的话，其实陈阿姨他们就直接会去找李哥了，并不是说开着的没关系，哥哥姐姐们开着没关系。对，李哥去找陈阿姨了，家人们。爱情是无私的，不能放手。谢谢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强扭的瓜不会甜，是不是？佳薇妹妹，你一个人在家吗？哥姐姐们，我跟你们说过吗？我不知道，我忘了有没有说过，就是我爸爸已经去工地里面了，我爸爸已经去工地里面了。我妈妈的话，她一直都是待在外婆家里面的。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那哥哥姐姐们，你们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是不管陈阿姨的话，让我继续跟李哥在一起，对不对？哥哥姐姐们，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的话，你们就打个是。把门关好，我已经关好了。你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跟佳薇说，继续跟李哥，可以继续发展，然后不要管什么陈阿姨，也不要管什么李阿姨，也不要管什么悠悠，继续跟李哥在一起，是不是？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都在打是，对不对？那哥哥姐姐们，你们今天晚上所有在此的家人们都是佳薇的粉丝吧？是的话，你们给佳薇一个回应。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句坦白话，好不好？是佳薇粉丝的，你们全屏把是打在公屏上。真心支持佳薇的，是佳薇粉丝的，把佳薇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知己，当成了自己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哥哥姐姐们，你们把是打在公屏上。我在此，我想跟你们讲一句心里话，真的，我真的想给你们讲一句心里话，哥哥姐姐们，是的话，你们全屏把是打在公屏上。不是佳薇粉丝的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打是，也不用在这里支持佳薇。只有支持佳薇的家人们，你们把事打出来。我想跟你们说一句实话，真的，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给大家就是讲一句心里话，好吗？咱们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有1.4万个家人们看过了，是的话，你们把事打在公屏上，我就跟他们大家表个态吧。都是对不对？那好，哥哥姐姐们，那好，你们既然都打了是的话，就这样。原本我跟你们讲吧，原本我是想今天晚上那个李阿姨还有陈阿姨悠悠他们来了之后，想跟他们说我放弃了，说我退出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李哥他自己来到了我们家里面，他也表了一个态了。我知道可能跟李哥继续哈，跟李哥继续会有更多的压力，更多的阻碍。但是哥哥姐姐们，你们今天晚上一直在佳薇直播间里面说支持佳薇，那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最后表个态，最后一次，好不好？最后一次，我再尽力的去跟李哥发展。但是如果这最后一次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多阻碍，那么累的话，那我也就要知趣了，好不好，哥哥姐姐们？好不好？好的话，你们全屏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好。我最后再勇敢一次，真的，我最后再勇敢一次。我之前经历的那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黑暗的，但是今天我当着家人的面，我最后再去勇敢一次，去追求一次。如果真的事实不如愿的话，哥哥姐姐们，我希望你们也能理解吧，好不好？我最后再勇敢一次，等下次陈阿姨给我开视频打电话，我也就应付应付，
就是尽量不把事情闹大就可以了，好吗？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对，所有都是双向奔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所有都是双向奔赴的。今天晚上闹了这么一出，我觉得既然李哥都去找陈阿姨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最后再勇敢一次，不管结局是好还是坏，我不留遗憾，好不好？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我最后再勇敢一次，不管结局是好还是坏，我都会自己也不留遗憾嘛。在我20几岁的这个时间段，我也勇敢过一次了，家人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佳薇身上看到曾经自己的那股那个影子，但是家人们，我今天就这样表态了，谢谢，谢谢。我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李哥。我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很多家人们都觉得，佳薇承受的东西，其实我只是不想表达。真的，看过我直播的家人们都知道我被骂得一文不值的那种画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哥哥姐姐们，看到你们可以打一波看到，真的，不是说我不反抗，而是说我真的想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谢谢你们，谢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没有看见是吗？家人们，你们可能前几次没有看到佳薇直播的时候，那个阿姨是怎么说我的哈？你们没有看到阿姨是怎么说我的。但是如果是一直陪伴着佳薇、支持佳薇的家人们，都看见了那个阿姨是怎么说佳薇的，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被别人这样说，我可能会觉得，我可能会奋不顾身，但是还好是我，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去面对。谢谢你们，谢谢家人们，我最感谢的就是你们。我开着直播，然后被别人劈头盖脸的在那里教育的时候，你们还一直在直播间里面帮助我，我真的很感动，哥哥姐姐们，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错不是你，是小李，所以要告诉他。没关系，哥哥姐姐们，不会的。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孩子别怕，直播间有多少家人们是真正把佳薇当成自己的孩子的呀？有没有？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扣一波有，好不好？因为对于我来说，能够得到你们的，大家都很气愤，对不对？本来阿姨说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我看到就是咱们就是公屏上的很多家人们一直在替佳薇就是打抱不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感动啊，家人们。那种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哥哥姐姐们，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别人说我觉得没什么，但是突然有个人站出来说安慰我呀，或者是帮助我的话，我就会感动的流泪。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这样，哥哥姐姐们，你们这么多人都把佳薇当成了自家的孩子，这样好不好？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馈给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那我今天就请大家喝一点雪胎菊，好不好？哥哥姐姐们，真的，我是农村孩子。我家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就想把我家乡的好东西分享给到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对，我，但是哥哥姐姐，我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好不好？不要嫌弃，因为我是农村孩子嘛，我就害怕城里人看不起农村的孩子，真的。但是你们不仅没有把我当成
土农民反而觉得佳薇是你们的好孩子，那我觉得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这样，家人们，我刚好泡一杯这个雪胎菊，然后，我就随机挑选几个姐姐或者是阿姨吧，我随机挑选几个姐姐和阿姨，请大家吃好不好？请大家吃。